先这样，再……不对不对，还有……小晴，你在小声嘀咕什么？啊，葵羽前辈传授给我解咒力量和心法，我想多练习一下，等到派上用场的时候，就不会手忙脚乱了。你真有心。 结界完好，魏树大人布置的果然稳妥。等有机会，请他教教我们，也学一门新手艺，可以吗？哎，别躲啊！ 归元，武林印象诀，这里也很正常。
这些小妖怪会在结界附近，不要紧。他们也受毒杖结界保护，不会做。 归元。 真是不明白，修兄弟再怎么说也是堂堂正正一神族吧？谢志眼皮子底下都敢下黑手，他有没有王法了？修兄弟是天地走的，他就不怕以后？
天帝找他麻烦吗？我们一直以来被敖虚所牵制，现在也是时候该想想要如何反客为主了。魏叔大人，结界没有问题。嗯，无需担忧此子安危。不过修兄弟怎么还没醒？总不能是因为月姑娘跟我们出去溜了一圈吧？月姑娘，你留在这里照顾修兄弟和小秋，我和小晴先去找小姑姑报告严波魏叔的事情。师弟两次绝处逢生，命数十分凶险。敖虚究竟是怎样的家伙，竟算计到这步？师弟，春姿泉内竟有此存在。六气封印，天道助我。春姿剑手，本尊乃春姿拳手，汝须听从本尊之令苏醒。师弟，你醒了，太好了，你没事。师姐，你说过，手不可以乱牵。啊，你真是个傻瓜。师姐既然做了，就代表我也可做，对吗？这，你的伤怎么样了？师姐不必担心，我已无碍。神族只要灵力充沛，即可修复损伤。魏树大人，你传给我足够的灵力。那就好。魏树大人，也劳烦您照顾子秋。阿尤他们去找桑前辈了，我们也过去吧。还请将我等送至村内。云，方法的确有，但此法颇具风险，即便我出手也未必能全身而退。你真的要这么做吗？敖虚那么坏，即使我逃了，难保他以后不会再想办法抓住其他神子，让他们充当我的角色。大家都很好，一直在保护我，这一次要换我来保护大家，尤其是姐姐，我要保护她。既然是你的选择，那么我便助你，但一旦开始便无法回头了。我知道。
走吧。师姐。嗯。这些日子，我发现人并不是我想象中的人，而神魔也并非我想象中的神魔。哦。魁宇的手下因相爱而被打入天狱，魁宇为了救神子而叛离神界，一些新神族为了追随他，不惜冒险堕魔。而敖虚神尊，敖虚，他奴役神子，利用天师门和凶手，虽不知目的，但定是有违天道。师姐，若将来我不容于神界，明术门可还愿收留我？你一朝是明术门弟子，明术门就永远是你的师门。阿尤这么年轻，初起独仗试炼。阿尤哥真厉害。不愧是天魔女，竟连绝明之毒都能设法化解。是啊，他压根就用不上我们的解药。只是没想到，连严波也发生动荡，甚至严波未术都不能维持形体。还没跟你们说，你们在魔界的时候，人界也发生了大事。凶兽不知受了什么刺激，更为狂乱，而且各地的一些妖怪似乎也发生了异变。凶兽狂乱，妖怪异变。这十有八九又是那个敖虚搞的鬼。嗯，还有方才在独仗拳时，我回想起了一些事情。什么事？未苏醒时，我在春姿拳内沉睡，前任拳手应从未发现过我的存在，因为在朦胧中我并未感受到其他神族的灵力，而敖虚是出天地外第一个发现我，也是唤醒我的神。被唤醒之后，敖虚就以春姿拳手的身份派我拿着春姿剑前往魔界去缉拿魁宇。就是那把可以穿越六界的剑。嗯，春姿剑与我同生，且吸纳春姿灵力，实力非凡。这家伙一肚子坏水，到底在想什么？将小丘变为神域工具，放凶兽到人界嫁祸给天魔众，还有命令师弟捉拿魁宇。敖虚应该是在进行着某种计划，但是什么呢？要我说，孟章那家伙一定也知道一些内幕。子秋被夺走时，他都快疯了。不如去找孟章，从他嘴里面问出真相。要不要也调查一下我大哥他们？月姐姐不是说过，在营地中与我二哥密谋的神秘人就是孟章。我记得他们当时还提到了冰晶石，兄长逼迫无辜百姓成为矿役也是为了这个，但冰晶石的作用我们一直都没有真正查清。既然孟章同白家合谋，从我兄长那里或许能找到线索。他们已经对严大叔的村子做出那等恶事，若更错下去。不行，不要去。啊，为什么？反正别去，要调查线索我们叫孟章老师交代不就好了吗？阿尤，你是不是在担心哥哥会生我的气？没关系的，就算他们生气，我也必须尽力让兄长们回头是岸。矿业的事情是白家的责任，也同我有关系，我不能再逃避了。这样即便背负着被族弃家之名也是值得。可是为什么你不懂我的良苦用心啊？月姐姐，卢龙府就由我和阿尤去好吗？其实我也这么想，兵分两路争取时间。我与修吾去天师门，晴妹和阿尤去白家暗中查探，得到消息后我们回到这里会合。嗯，好的。好吧。
阿尤的顾虑我也能理解，那里虽是你家，但毕竟你和他们意见不合，若有紧急情况立即传旨贺给我，我和师弟即刻去支援你们。嗯，桑前辈，我们走了。你们一路小心，子秋交由我来照顾。劳烦前辈。青妹、阿尤，你们一切小心。嗯，月姐姐、修大哥，你们也保重。各地凶兽作乱，又有妖物异变，不知道平西村的结界怎么样了，我们尽快动身吧。嗯。有点不对劲，这天师门怎么空荡荡的？难道一个弟子都没有？啊，上神，您没事？他们都说在卢龙府，您天师门中发生何事？乱了，全乱了。掌门失踪前，命弟子遍寻去魔界的方法，本来就没剩下多少人，偏偏这时候，外面那些凶兽和妖怪不知怎么的，突然间都厉害了许多，我和师兄弟们每天忙着到处修补，有的弟子甚至都逃跑了。如今门派萧条惨淡，上神，您千万别说见过我，那些结界，我是真的没办法了。几位长老现在何处？我刚刚看见执明长老和剑兵长老往大殿方向去了，别的我也不知道。看来不只是孟章，其他黄皮子也有异动。对，黄皮，等等，你怎么也跟着爷爷说那个词了？掌门说不可在外人面前提起，师姐并不是外人。总之这不是好话，以后不要说了。哦，上神啊，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和上神，我们天师门的张东林张祖师也是名震天下的修仙者，他可厉害了，收服了神兽虎煞呢。虎煞您知道吗？远古神兽。张祖师能将他收服，我进入天师门拜师就是听说了张祖师的故事，我以后一定也会成为像张祖师一样。我可能不该和他搭话。你对这些有兴趣？其实我派的祖师月子西楼在当时也是不逊于张道长的侠士，甚至还得道飞升，已成仙，可去往神界了？没有，他留在了人间。若你对祖师和门派的历史感兴趣，不妨去问问爷爷，他一定很愿意和你说这些。师妹，今日你必须给个交代，掌门他到底在哪里？我亦不知。剑兵师兄，还请稍安勿躁，静候掌门师兄归来。稍安勿躁，若不是执明师兄发现你近日行迹可疑，多有留意，恐怕我们现在还被你和掌门耍得团团转。掌门他到底在做些什么？只是匆匆交代了几句就不知所踪，若是觉得我难堪大用，干脆罢了我这长老之位。师妹，神子被劫，神域不在，法阵失灵，众弟子惶惶不安，纷纷求去。各派传天师门失去神界依靠后一蹶不振，推举仙侠派余侠真人接替盟主。掌门是怎么想的？难道坐视不理吗？二位师兄，天师门有今日的荣景，掌门师兄功不可没，我相信他行事一定自有原因的。掌门一向以门派为先，这段时间却一反常态。师妹，
难道不担心吗？我身为同门，该帮他分担才是，而且天师门的荣光才是大义。灵光师妹认为呢？掌门师兄这段时间一直在神元塔密室中等候神谕。神元塔密室，这倒是第一次听说。不过神子已失，神谕该如何下达？这掌门师兄并未告知。师妹，那你这几日频繁御剑进出，也是为掌门办事了？是的，掌门师兄与卢龙府白都督间有些书信往来，由我代为传递。师妹高义。孟章掌门亲戚，本都已妥善看护阵法与法器，孟章掌门勿多忧虑，神尊手眼通天，定能将神子夺回。待他日神子就位，神庭阵继承，魔族尽灭，天下可定。神子，神庭阵，掌门与白家。师妹为掌门给白家送信，送了多久？七年。若师妹还知道什么，也请一并告知。如今别无选择，必须坦诚相待。七年前，掌门同白都督开始接触，他事务缠身，并由我来传递书信，但具体详情我亦不知。其中内情我们略知一二。天师门名义上在卢龙府协助防御凶兽，私下里则在帮助白家建造神庭塔。月姑娘怎么会知道？前几日听闻上神无碍，我和坚冰师弟专程去明术门拜访。我爷爷也和我说了，只是不知长老来意。魁宇一役后，天师门元气大伤，神子丢失，掌门离山，天师门群龙无首。因上神与神尊的关系，故而想请上神指点一二，救天师门于迷途。今日我们此行目的，也是为了和三位长老细说有关孟章的事。此话怎讲？刚才灵光长老所说，七年前，孟章开始和白家来往，而巧合的是，也是七年前，凶兽出现，扰乱人间。不错，神尊降下神谕，天魔放纵凶兽作乱，传授掌门可抵御凶兽的强大结界术法，保护各地城镇。之后孟章被奉为救世主，联合各修仙门派抵御凶兽，创立仙盟，并被推举为盟主。正是。但我们魔界一行后，却发现凶兽之乱极有可能是敖虚所为。什么？你的意思是敖虚操纵凶兽肆虐，再借由孟章之手假意抵御并嫁祸给天魔众，而小秋更是被他当作工具利用。这简直匪夷所思。我相信三位并不知情，所以才告以实情，而有些细节也需与孟章对质才能进一步确认。只要知道孟章所在，我有办法让长老们看清他的真面目。师妹，那神元塔密室该如何进入？我只知道那个地方在神元塔下，但是掌门师兄从未让我进去过。
既然密室在神元塔下，那附近必然有法门。上神，月姑娘，我们三人先行前往神元塔，开启水上通路。有劳长老了。